你怎么给锁了呢？为什么要想这种奇怪的点？因为我从里边是可以打开的呀。这不，我里边是可以打开的呀。有一种又被隔离的感觉。你来量一下。胖哥，我没有。全吃光，全吃光！我没有！我是空盘，我是空盘。是想作废是吗？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有一种被寝室老师查房的感觉。等一下！哦，完蛋！怎么了你？不行，我真的我一紧张我就会那不是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？就是这样的。完蛋！好。这啥？赵薇！赵薇。哎妈呀！喊出来了，都是大牌，他不可能把我爸照片搁这儿。完了！等一下！哎呦！永琪，啊！孙老板哥，怎么办？永琪，啊，五阿哥，啊！我为什么要说永琪啊？喂！等一下，我看到了，你先摸到，在哪？在这儿。配合。你可以踢给我。等一下，你在哪？我看一下。我现在还没有走路，热巴。哎，我看到，谁把我的球给挡住？在这儿。啊？怎么会在那儿呢？哎呦！在这儿。哎呦，好，球门在哪里？在这儿吧，应该。哎呀，好累啊，缺氧。哎，您好，莫小姐，然后我是热巴，在这里听说您先生在疫情期间在家待着啥也不动，就胖了20斤，在此呢我希望他能够快点瘦下来，然后这位先生希望您能够多多运动，然后少吃点儿，少食多餐，然后常常健身。雷佳音老师，别到时候跟雷佳音老师一样。哎，还可以这样吗？热巴，好了 ，OK， 谢谢啊。没了就，你们有什么心愿吗？没有的。我想要找那种看起来就很有故事的人。哎，这花车是您的吗？是的。您有什么心愿吗？啊，听到这个第一反应肯定是觉得是骗子。您好，您有什么心愿吗？好吧。您好，阿姨，您可以入境吗？不愿意是吧？啊，没关系，谢谢。耽误您几分钟好吗？想再问一下您，可以吗？我已经很着急了。啊，很着急，好，不好意思。他肯定是有故事，但是他真的很着急在工作。那是邓伦不？他们是怎么找到有故事的人呢？他们是健身教练，然后让我跟他们一起在这健身。啊，一起吗？我不健身了，不了。很简单。来吧，好吧，然后我们就一个深蹲，
好，主要是练啊，然后很简单，然后做十次啊，做十次啊，很简单。好，大家距离稍微宽一点点。我才拍完打戏，你让我做这个，我大腿都没好呢。浅一点，浅一点没关系。很简单，两个脚与肩同宽，或者略比肩宽一点点。好，脚尖外八，屈髋，就是我们的髋关节，屁股往后坐，屁股宽，然后手往前。嗯，一 ，OK， 这个面宽，然后正面宽。嗯。好，来，准备 rolling， rolling， 感觉 ，three， four， 你好，你有什么心愿？我想要小猫咪，我也想养一只小猫咪，我的心愿也没有实现。你啥时候心愿实现了，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呗。你之前有养过小动物吗？有，仓鼠。啊。那你可以稍微等一会儿吗？我今天有抓到一只小仓鼠，我想送给你，好吗？好。不是真的小仓鼠，是玩偶小仓鼠。你想要吗？不太想要，哈哈，聊崩了。因为我家里的毛绒玩具太多了。啊，那打扰了。